不是胡博叔叔吗？嗯，这次逗他玩好了。刚才就觉得奇怪，轮子怎么不听使唤了？难道是坏了？胡博叔叔，我停不下来了，快帮帮我吧！乐迪，危险！胡博叔叔，叔叔！叔叔，你快躲开吧，那个水箱好像要掉下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动不了了。陆迪，快去报警，叫救援队来。报警？这个。陆迪，快去啊！好的。找到了。怎么办？电池电量用完了。有没有人在啊？快来人啊！紧急呼叫！紧急呼叫！胡博因为路滑掉到了16号公路悬崖下，请大家立即赶往事故现场。是，小军。救命啊！海丽，你赶快过去把水箱固定住。好的。我们一起下去把胡博拉上来。好的。胡博，罗伊，我的轮胎不听使唤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来帮你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数到三，一起了。1、2、3。海丽，抓紧时间。我来了。好，大家继续，再加一把劲儿。好的。你是说刚才你让我救你是在骗我的吗？嗯。哎呀，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出什么事故了呢。真是对不起，本来只是想骗你玩的，没想到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。我说斯布奇，为了先生怎么那么小气呀？怎么了，克里尼？他连一把锤子都不肯借给我。
那还不算什么呢，他连要扔掉的轮胎都不让我拿走呢。因为威勒先生，我们都没法施工了。真是个自私鬼。嗯，就是就是。什么？威勒先生，你们有什么权利在背后这么说我？我用我自己的东西有什么不对吗？威勒先生生气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哼。六个，七个，哎呀，这又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嘛？哎呀，糟糕，屋顶的瓦片掉了，我得赶紧修理一下。但是我没有梯子，没法爬上屋顶。找谁去借呢？今天要用，明天要用，后天要用，我一直都要用。借出去我都没得用了，凭什么要借给你们啊？哎呀，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就不该发火了。算了，也只好这样了。在那儿呢。哎呀，这也太高了吧！我得小心一点儿。吓死我了！是威勒先生的，从哪儿掉下来的呢？救命啊！威勒先生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克里尼，我快要掉下去了！天哪，您先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去报警。紧急呼叫！紧急呼叫！威勒先生在修理屋顶时被卡在烟囱里了，大家立刻前往威勒先生的商店。是，小军。救我下去！先不要着急，我们这就过来救您。海莉，你上去帮助威勒先生从烟囱里面出来。好的。罗伊，你准备一下救生梯。安巴，准备一下救生气垫。好的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罗伊，救生梯已经升到屋顶了。好的。威勒先生，您小心一点上救生梯吧。朝下看会害怕的，您朝前看。好。干得漂亮，可以了，罗伊。好的，悬梯要下降了。别担心，威勒先生，马上就好了。您没有受伤，真是太好了。真是非常感谢。但是，能否告诉我们您是怎么爬到烟囱上面去的？是这样的，我想上去修一下屋顶，可是我没有梯子，也拉不下脸去跟别人借。威勒先生，你们这是来做什么？听说您出事了，我们很担心，就过来看看。您没有受什么伤吧？我没事的。谢谢你们的关心。我也可以。
瞧我的，凯普，成功！哇，凯普，你简直就像专业的杂技演员一样啊！好厉害呀！我也要试试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接下来要开圈圈了。斯普奇，你还得加把劲儿哦。哎呀，看。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将是惊心动魄、精彩激烈的空中转体720度，嘟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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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凯普，快点快点儿。凯普害怕了，不敢跳。谁怕了？救命啊！斯普奇！斯普奇！不好了，斯普奇挂在屋顶上下不来了。快救我下去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他会摔下来的。我们还是快点报警吧。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军，斯普奇出事了。什么？快跟我说说具体情况！紧急呼叫！紧急呼叫！斯普奇被困在 Z12 工地的屋顶上，下不来了，请大家立刻赶往事故现场。是，小军。我好怕呀！别乱动，斯普奇，这样很危险。我知道了。来了。玻璃，快帮帮我吧！斯普奇，不要乱动，我们帮你安全着陆。安巴，在下面铺好救生气垫。海莉，你去给斯普奇系好拉锁。罗伊，去准备好挂钩。好的。斯普奇，别害怕，马上就救你下来。可以了，玻璃。好的，罗伊。把挂钩给我。好的。海莉，斯普奇，别担心，海莉，我们一定会坚持住的。别害怕，斯普奇。罗伊，可以了，放斯普奇下去吧。好的。得救了。哎呀！嘿，大家快看我，我飞起来了！斯普奇，你快别闹了，太危险了。对不起。安全啦！什么？你们模仿空中转体720度？斯普奇，你不是说不会尝试危险的动作吗？对不起，我想挑战一下更炫、更抢眼一点的动作。没想到会这么危险，真够淘气的。专业的杂技表演可不是一日之功啊。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特殊专业训练的。这样子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再模仿他们了。
接着。这次轮到我了，波克。布鲁诺，那是我的球。来，来抢啊！抢到就还你。布鲁诺，快把球还给他吧。才不呢！布鲁诺怎么光顾着自己玩球啊？布鲁诺不懂得和朋友们一起玩。他们打球居然都不带我。布鲁诺不在，大家都可以玩到球，真是太好了。没错没错，下次我们也别带他玩。什么？来，开始下一局吧。他们居然都不带我玩。这次该我了，波克。我去捡回来。在那儿呢。麦克斯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麦克斯好像出什么事了。麦克斯！救命啊！麦克斯！救救我！麦克斯，我来了。是沼泽，帮帮我，波克！来人呐！都怪我只顾着自己玩，大家都不跟我玩了。救命！出什么事了？救命！我来了！我来了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在这儿。布鲁诺，我们掉进沼泽里了。你们别着急，我马上去报警。鲁伊，你负责麦克斯，安巴，你负责布鲁诺，邓普就交给我了。大家抓紧时间。邓普，得救了。就好，麦克斯。怎么样，大家都没事吧？这里居然有沼泽地，赶快在安全地图上标出来吧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不过呢，大家都没事就好。多亏了布鲁诺，又不差点出了大事。太谢谢你了，布鲁诺。我们不应该抛下你偷偷去玩，真是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之前都是我不好。小娟，我们来看看你的作品。嘘，他
现在在做很重要的步骤。嘘，嗯，嘘。哎，好了，看我的手艺如何？哇，好棒啊！我好喜欢这个礼物啊！来，米妮，爷爷也能满意就好了。是啊，谢谢大家。我带着给爷爷的礼物，高兴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跳。我的礼物，不要，快停车！等一下，不要！怎么办？谢谢小娟，我家米妮在你那里吗？哦，她白天就回家了。是吗？她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？什么？米妮现在还没有回去吗？米妮，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您别担心，爷爷，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。大桥那边没有，广场和镇中心也没有发现他，那我们就再到郊区那边去找一找吧。报告，我找到米妮了，在十六号公路这边。好的，马上赶到。走吧。米妮，你没事吧？快救救我！他被卡在两块岩石中间，动不了了。罗伊，我们去搬动一下岩石。好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好的，数到三，一起推。一、二、三。我得救了，谢谢你们。米妮，爷爷，爷爷，小丫头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对不起，爷爷，礼物被摔碎了。这是米妮努力做的，却成了这样。我本来是要送给爷爷一副老花镜的。米妮呀，你知道对爷爷来说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就是米妮你呀，你能平安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瞧你笑起来多漂亮啊。真是谢谢各位了。您太客气了。那既然米妮也回来了，就开始聚会吧。哦，开始聚会了。我们忘记了。什么？你们居然没有准备礼物，真差劲！别这样！什么？又分不清楚了？我
那个，什么时候叫对了我们的名字，什么时候再给你装货吧。哼，对不起，你们三个长得简直是太像了，我们根本就不一样。我们才不一样呢，我们完全不一样。你们干嘛总学我？怪不得人家都说我们一模一样呢。谁学你了？我本来想说被你抢先一步。别吵了。怎么可能？明明就是学我的。我就是没学你。你们两个缠在一起看起来好亲密呀。别笑了，你赶紧给我放开。你才该放开。你笑什么笑？快给我放开！你们快别吵了，这样是很危险的。你放开！放！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你们再不住手的话，一定会出大事的。橙色的雷菲亚，他是个大力士。蓝色的雷迪亚，擅长解决难题。黄色的雷奇亚，他很有责任心。要车三兄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怎么样？写的真不错，跟着学唱也很容易。像这样用歌声唱出来，感觉跟三胞胎兄弟更亲密了。啊？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哦，特里，小轩，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特里，三胞胎兄弟打起来了，放开，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你们快来劝劝他们吧。好的，特里，我马上派救援队过去。快点劝劝他们吧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，我们会劝住他们的。那就拜托了 Polly。 都给我滚远点。雷奇、雷飞、雷迪，不要再吵了。是啊，冷静一点，听我们说。我叫你先放开，你先放开，走开。他们根本听不到我们说什么。听我说，你们别吵了。我叫你走开！好了，小心！特里，小心！没事吧，特里？都怪你！听我说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得快点劝劝他们，这样下去会出事的。我才不想。没用的，他们根本就不听我们在说什么。走开！我看在他们消气之前是不会停下来的。怎么才能让他们消气呢？不管了。走开！码头上面住着吊车家的三兄弟，他们三个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橙色的雷菲亚，他是个大力士。蓝色的雷迪亚，擅长解决难题。黄色的雷奇亚，他很有责任心。三胞胎兄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我们也一起唱吧。码头上面住着吊车家的三兄弟，他们三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橙色的雷菲亚，他是个大力士。蓝色的雷迪亚，擅长解决难题。黄色的雷奇亚，他很有责任心。吊
祝三兄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小娟，不好了，波克他出大事了。什么？你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？紧急呼叫，紧急呼叫，波克被堵在布鲁姆斯树林的山洞了，请大家立刻前往布鲁姆斯树林。是，小娟。不要担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。你们还是先退到安全的地带吧。嗯，好的。好的，大家抓紧时间移开洞口的石头。好的。搬完了 Polly。 嗯，我们进去吧。嗯，波克。嗯，你没事吧？波克。啊， Polly， 还是让我来跟他谈谈吧。波克，你没受伤吧？没事就好，但是波克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出去吧。你不想出去吗？看起来你很伤心啊。可是波克，你的朋友们都在担心你呢。你看啊。波克，我们都快担心死了。快出来吧，跟我们一起玩吧。是啊，波克，虽然你不能说话，但是我们都可喜欢和你一起玩了。终于看到你笑了，快去找你的朋友们吧。是啊，波克，你的朋友们都在等着你呢。嗯，我还要检查一下山洞再出去，你们先走吧。好的，走吧，波克。波克，没有伤吧？我们可担心你了，波克。哦，哇，这只大象做的可真像啊。你看，这大象是波克做的。哎，哇，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。波克，没想到你的手这么巧啊。下面该轮到波克出题了。波克出题。答案是飞机。
我的滚刷怎么办？出来！克里尼！啊，你好，泰坦。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那个我用来打扫的滚刷滚到里面去了，拿不出来了。看来我得请救援队过来帮忙了。嗯。这点小事叫什么救援队？让我来。好了，可以拿出来了。谢谢你，泰坦。那我还有事要忙，先走了。谢谢你，泰坦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又该出发了。克利尼，你又有什么事啊？你要去哪里呀？去木材厂。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我没有。那让我帮你把轮胎擦擦干净吧。求你了，克利尼，你干嘛总是跟着我呢？人家就是想帮帮你嘛。你说你要帮帮我，真是太好笑了。我很忙，你能让开吗？这个是泰坦的，泰坦，泰坦！呀，要是出了事故，可怎么办啊？救命啊！那可是要出大事了。我看我还是赶快报警吧。紧急呼叫，紧急呼叫，泰坦不知道轮胎出了故障，正前往木材厂。我们要在出事前找到泰坦，请大家立即行动。是，小娟。你先去看看现在泰坦在什么位置。好的。报告，我找到泰坦了。泰坦正走在希望山坡的下坡路上，幸好他还没出事。辛苦了，海莉，让泰坦在附近停车，帮他检查一下他的轮胎吧。好的。泰坦，停车。什么事啊，海莉？有人报警说你的轮胎出了问题。什么？我的轮胎？这不是跑得好好的吗？我可没问题。不行，泰坦，快停下来，我马上帮你检查一下轮胎的情况。海莉，我正忙着呢。泰坦，泰坦，嘿，海莉，海莉，轮胎不停使唤了，冷静点，泰坦。有我们在呢，罗伊，我们上！是。安巴，给他救生气垫。好的。好险啊！厉
蜜蜂，等等我。你去哪里了？快出来，跟我一起去郊游吧！出来，快出来！哦，甜甜的味道。哦哦。这么多蜜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什么声音啊？快来救救我呀！救命啊！斯普奇被蜜蜂盯上了。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娟，不好了！一大群蜜蜂在追斯普奇，怎么回事？朝广场方向去了，后面跟着一大群蜜蜂呢。好的，我这就派救援队过去。还是把斯普奇和蜂群引到郊外比较好。嗯，海莉，你先过去，把斯普奇带到十四号公路那边。嗯，好的。罗伊，安巴，抄近路走吧。好的。好的。斯普奇跑哪儿去了？救命啊！在那儿呢。斯普奇，斯普奇，海莉，别担心，斯普奇，救援队马上就来了，镇静一点，跟我来好吗？有蜂群来了，请大家让开。往这儿走。海莉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们马上就到。好的，罗伊，准备好喷雾器，海莉到了以后就驱散蜜蜂。好的 ，Polly。斯普奇，加油，马上就到了。好的。我们来了。来了。罗伊，开始行动。累死了！你们看，蜂群又飞回来了。因为斯普奇身上沾了蜂蜜，蜜蜂又被它吸引回来了。罗伊，快帮斯普奇把蜂蜜洗掉。好的。有了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好了。现在可以了。嘿，蜂蜜也在这儿呢。没错，这里。波利，我把蜂群引到安全地带再回来。好的，小心一点，海莉。这下终于得救了。
你是来报名的吗？嗯，但是我还没想好报什么项目呢。那你先看看再决定吧。赛跑、跳远、跳高、跨栏，这些项目都好难啊。怎么样，想好要报什么了吗？还没有，一会儿我想好了再来吧。欧麦克斯，要赶在天黑之前报名啊，记住了吗？您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彼得先生。麦克斯，麦克斯不是早就回去了吗？什么？您别担心，我们会好好找找的。出什么事了，小娟？麦克斯他早晨来报名参加田径比赛，到现在都没回去呢。这么说来，他说过下午会再来的，也没来呢。什么？麦克斯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我们还是立刻出动，争取尽快找到麦克斯。是，小娟。凯普，你看到麦克斯了吗？麦克斯，报名的时候见过一面，之后就没看见了。是吗？明白了，谢谢你。麦克斯，我看到过，他好像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。天黑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唉声叹气的朝七号路的方向去了。朝七号路的方向去了。大家注意，斯普奇说他看到麦克斯朝七号路方向去了，请立即前往七号路方向。好的。Holy， 你快点！麦克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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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请注意，大家快来东边的山坡吧，我找到麦克斯了。麦克斯，波利，麦克斯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才是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是啊，麦克斯，你下午也没来报名。那是因为我没法参加田径比赛。没法参加田径比赛？那是什么意思？你看我又慢又重的，就算参赛了也会被大家笑话。怎么会呢？没有人会笑话你的，麦克斯。我们现在还是赶快回去吧。我不。大家如果问起我报了什么项目，多丢人啊！虽然我也很想报名参加比赛。不然你跟我们一起做一些准备工作，怎么样？准备工作？任何比赛都不是只有选手参与的，为比赛做些准备工作也是一种参与的方式啊。没错，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工作，选手们怎么能放心比赛呢？是啊，麦克斯，你就跟我们一起为田径比赛做些准备工作，怎么样？真的？我能行吗？当然了。现在刚好就有需要麦克斯帮忙的事情。什么事啊？可以了。拜托了，麦克斯。放心吧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！多亏了麦克斯，明天可以顺利开赛了。谢谢你，麦克斯。能帮上忙，我也很高兴。明天也要拜托你喽。我会尽力的。
怎么样，景色是不是美极了呀？嗯，好漂亮的花啊，是你妈妈给你绣的吗？嗯，妈妈很喜欢这种花，帽子上有，书包上也有。你妈妈绣的真的很用心啊，能看出来你妈妈她一定很疼爱你哦。才没有，爸爸妈妈应该觉得我很烦吧。什么？怎么会烦你呢？要不然就是不喜欢我，总是不陪我玩，每天很晚才回来。安妮，爸爸妈妈是因为工作太忙才会那样的，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你。还有爸爸妈妈那么辛苦的工作都是为了你呀。哦，你看那朵花，一眼就能看出来妈妈为了你费了很多的心思呢。除了这个，你再想想安妮，想想爸爸妈妈有多么关心你吧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爸爸都会亲亲我，就是胡子有点扎人。还有呢？还有一次我发了高烧，妈妈请了假连夜照顾我呢。你看你多幸福啊，爸爸妈妈这么爱你。嗯，你说的对。啊，你看，那是妈妈最喜欢的花。哦，哪儿呢？斯库比，等一下哦。危险，安妮快回来。没事的，我采了花就回来。安妮，危险，马上就好了。采到了。安妮，安妮，怎么办啊？小娟，不好了，安妮在猫头鹰山谷出事了。什么？别担心，斯库比，我马上派出救援队。你先去看看安妮现在怎么样了。好的。哦，在那儿呢，安妮。嘿，海丽，你没事吧？嗯。稍等一下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哦，来了。别担心，斯库比，我们会把安妮安全地救上来的。安巴，准备一下救生篮。罗伊，准备好吊车。好的。准备好了，波比。嗯，罗伊，把救生篮慢慢地放下去。好，没问题。慢慢走上来吧。没事的，不用害怕。是啊，安妮，慢慢来，没事的。真棒，安妮，真棒，安妮。哎呀，吓死我了。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不过安妮，就算是为了摘花，你靠近悬崖边，这也太危险了。是啊，如果安妮出了意外，你的爸爸妈妈会很伤心的。嗯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嗯，对了，我的花，花在我这里呢。谢谢你，我知道不应该摘花，可是我想送给妈妈。是这样啊。相信银铃花也会理解安妮的心情的，幸好没有伤到花根，回家以后把它栽到花盆里吧。银铃花，原来这种花叫银铃花啊。
快到了，难道不是这里？克里尼，快点，拿出地图来看看吧。好的，你先闭上眼睛。闭上就闭上。沿着山谷一直往前走，经过一棵枯树，再往右走，宝物就在大象形状的石头下。啊，大象形状的石头，就是那块石头。呀吼！波斯提，不是叫你把眼睛闭上的吗？你犯规！宝物在那儿。波斯提，你站住！波斯提，我先到，宝物就是我的了。什么？你站住！呀吼！我的黄金邮箱，是我的黄金鬼刷。你站住，波斯提！我就不。啊，快到了。情况怎么样了？好的。在那儿呢，克里尼。海莉，别担心，克里尼，救援队马上就到了。来了。别着急，海莉，我马上就下去。罗伊，安巴，等我下去以后，把救生篮准备好。好的。再忍一下，我们会把你安全地救上来的。谢谢。罗伊，把救生篮放下来。没问题。再往下。慢慢地走进来。我好怕。海莉。克里尼。有我在这儿扶着呢，你别怕。哎，我不敢动。没事的，克里尼，你不用着急，慢慢的走过来就好了。很好，克里尼。刚才真是太险了。罗伊，慢慢的拉上去吧。好的。睡得好香啊。
明明，睡得好吗？嗯？明明，明明，你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潜望镜终于做好了。哇，好棒啊！海莉，你先来试试看。哎，真的吗？好清楚啊。还可以调节高度，好方便啊。小娟真厉害，过奖了。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娟，不好了。出什么事了，马林？明明好像生病了。什么？明明生病了。我们得送她去医院看看，你们能帮帮忙吗？当然了，我这就派救援队过去。来了，明明他沉到海底去了。什么？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，我们得快点找到他，不然明明会出事的。别担心，马林，我们一定会帮助明明的。波利，我们用潜望镜吧，有了潜望镜应该可以找到明明的准确位置了。好的，那你回去取潜望镜过来吧。嗯，大家在海莉回来之前做好救援准备。好的。好了，洛伊。我回来了。海莉，找到了，它靠在海堤下面的岩石上。好的，你确定一下准确的位置。好的。明明，可以了，布里。罗伊，降下救生箱。好的。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。好了。明明好像不想进救生箱。什么？他可能是在害怕，明明要是不敢进去该怎么办？明明，别害怕，我们是想帮助你啊。是啊，明明，快进去吧，相信我们。明明，快进来吧。明明，求你了。明明，明明，快进去吧。进去了，明明进去了。明明，好，那我行动了。马林，我们会把明明安全地送到医院去的。太谢谢你们了，洛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别担心，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威勒先生有电脑了吗？是啊，说是贝蒂想和爷爷视频通话了。我刚才已经告诉他应该怎么样使用电脑了。电
电脑对初学者应该不容易，他没觉得难吗？一想到能和贝蒂视频通话，他学得可用心了。那他们通上话了吗？还没有呢。他说因为有时差，所以要等到晚上再通话。时间到了。贝蒂啊，好的好的，我们在电脑上聊吧。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。让我看看，按这个开机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对了对了，哎呀，忘记插上电源了。这下行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糟了，应该插在变压器上的，得马上把它拔掉。哎呀呀呀，好烫好烫啊！别着火啦！小娟呐，不好啦，我们店里着火了！着火了？全都怪我插错了插座，引起了火灾。威勒先生，店里很危险，您先到外面去，救援队马上就会赶到的。威勒先生，这里很危险，请您先退到安全地带躲避一下吧。安巴，照顾好威勒先生。好的。海莉，你负责控制现场，罗伊和我一起进去救火。好的。威勒先生，罗伊会尽快扑灭大火的，我们先走吧。好吧。我的电脑真吓完了。Polly，我看要先切断电源。找到了。好了，罗伊。好的。我孙女儿给我寄来的电脑，哎呀，幸好火势不算很大，很快就扑灭了。可是电脑好像被烧坏了，都是我太粗心大意的错，贝蒂一定会非常难过的。您也别太伤心了，只要您平安无事就好，贝蒂也会理解的。是啊，威勒先生，振作一点儿，振作起来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们，只是贝蒂说他很想见我。威勒先生，要不给贝蒂寄张照片怎么样？照片？对，让照片送去您对他的问候，有了照片，贝蒂也就可以经常拿出来看看您了。这个主意不错呀。好主意，我来帮您拍照吧。你可以帮我拍照吗？没问题。那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威勒先生，准备好了吗？怎么样？哇，威勒先生好帅。克里尼去哪儿了？哇，天哪，这里的垃圾快堆成山了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克里尼。
谢谢你，海林。哎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啊，小心，海林！哎呀，我踩到万能胶了！完全被粘住了！快来帮帮我！哎呀，又被粘住了，海林。是吗？你看，都让你小心点了。看来我们得找人来帮忙了。海莉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消息吗？嗯，还没有呢。海莉，你们见到克里尼了吗？见是见到了，可是克里尼和我都动不了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说来话长啊，还是快来帮帮我们吧。好的，海莉，我们马上就出发。都是我害了你。哎，没事的。我来了。哼。嗨。恰。克里尼。海莉，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看看吧。我们两个都被万能胶给粘住了，一动也动不了了。就是因为这个，克里尼今天才没有办法出去打扫卫生啊。嗯，快来帮帮我们吧。别担心，我马上救出你们。现在动动试试看。啊，弄掉了。哟吼，咚咚咚咚，哇，终于自由了。谢谢你，安巴。不客气。话说回来，克里尼，你真的打算自己一个人来给这么多的垃圾进行分类吗？嗯，是因为机器出故障了才积压了这么多。是这样啊，别担心，克里尼，我们来帮你吧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谢谢你们。啊，叫布鲁姆斯镇的朋友们都来帮忙吧，大家都来帮忙，肯定很快就能整理好的。这个主意可真不错。那我去把大家都找来。你们看，我们来了。快来吧。大家好。这么多人，真是太感谢了。别客气，克里尼，这段时间你这么辛苦，我们都不知道呢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就来帮你。好吧，既然大家都已经到了，那我们就开始整理吧。瓶子放在这儿，易拉罐放在这儿，塑料制品和塑料制品放在一起。好了，邓普。这样子都整理完了吧？哇，今天真是太感谢大家了。不客气。哇，谁的球啊？这么脏。还是我的球好。是邓普和波克。麦克斯都去干嘛啊？
麦克斯，布鲁诺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球跑掉了，我们要去捡球。球？谁的球啊？这个，对不起，布鲁诺，是你的。什么？我的黄金超级球？不要啊！黄金超级球！布鲁诺，快回来！布鲁诺。站住！怎么办啊？我的球！我才刚玩了一次而已啊！布鲁诺，真的对不起。球丢了，都怪你们陪我球。我有个好主意啊！什么主意啊？那个球是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你听我说。这条小溪通往枫糖大桥那边，我知道一条近路，我们先到那个地方等着，等球飘来了再捡起来。是吗？当然了，快走吧。哪有球飘来啊？这不是什么都没有吗？你们看，球飘过来了，在哪儿？我的球！拿到了！不要啊，我的球！谢谢你，波哥。是了，伯克会有危险的。我们现在还是马上报警吧。朝吊桥那边飘去了，你先过去找到他的位置，一定要在他飘到海里之前找到他。好的。罗伊，你先到对面去，拉住波克，我和安巴在这边接应。好的。波克，别害怕，波克，波利，快点儿，马上就到。严，动手！哎。罗伊，为了防止它飘走，你把它拉过去。好的。波克，波克，哎呀，在哪儿啊？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。哎，难道
是不是滚到工地上去了？在那儿。不是，也是啊，怎么可能掉到这里呢？帮帮我！这里有人吗？这里有人吗？好漂亮！真想把它留在家里。不过为了爷爷找不到它，也会伤心的吧。决定了，我要马上还给他。帮帮忙！有没有人呐？是谁在说话？有没有人呐？是为了爷爷的声音。迷你啊，我腿受伤了，动不了了，你去帮我叫一下救援队好不好？知道了，你稍等一下。您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天姐姐，为了爷爷出事了。什么？紧急呼叫，紧急呼叫，维勒先生掉到苹果街的工地地下了，请全体队员马上赶赴现场。是，小军。先生，我感觉伤到骨头了，动不了了，很疼。您待在那里不要动，我们几个马上就下来救您。安巴，我们赶紧下去做一下应急处理。波利，出口在那边。好，我和安巴去做应急处理，罗伊和海莉做好救援准备。知道了。先生，我在这儿，您稍微忍一会儿。安巴，你先过去。好的，威勒先生。快帮帮我！您千万不能动，我们先做一下应急处理。鲍里，我给威勒先生包扎，你来准备一下救助床。知道了。别担心。谢谢你，安巴。不用客气。好了，波利。好，罗伊，这里准备好了。知道了。好了，慢点往上拽。好的。可以放心了，威勒先生。要不是为了找这个东西东奔西跑的，我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都是我的错，刚才就应该把这个还给您的，但是太漂亮了，所以随口就撒了个谎。没关系，米妮，要是捡到东西主人又不在，谁都会产生思念的。对呀，重要的是米妮能知错就改，又把东西还回来了。没错，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就是就是，不管怎么样，米妮啊，谢谢你把球还给了我。不用谢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。斯库比，那
安妮五点再来接我们吧。知道了，那一会儿见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再见，再见苏普里。好，让我们现在开始森林旅行吧。好。树林的路不好走，还有凶恶的动物，也会有带毒的昆虫哦，要注意哦。好。姐姐，啊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我要在沿途做一下记号，这样一来，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就不会迷路了。哇，真厉害！哼，这只不过是救援队员的常识罢了。哦哈，安迪，你很懂吗？这没什么。哦。哦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蕨菜吗？蕨菜，叶子卷卷的，样子很可爱吧？这种植物在恐龙之前就有了。恐龙？啊，真是太神奇了！神奇吧，安迪？也就那么回事。好，那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接下来要去看什么呢？凤蝶。凤蝶？等等我。怎么突然下起雨来了？我们先去那里躲躲雨怎么样？好。但是不会停了，这样下去水涨上来就会把桥淹没了的。我看最好还是呼叫一下救援队吧。出故障了，姐姐，是不是刚才过河的时候摔坏的呀？啊，不是，别担心。那我们就先在这里待一会儿吧，等雨停了再走。好。怎么突然下起阵雨了？小娟和孩子们没事吧？嗯，我觉得最好跟小娟联系一下吧。我呼叫一下她吧。小娟，哦，小娟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小娟，没有应答。是不是小娟他们出什么事了？对呀，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就联系不上了呢？嗯，感觉不妙啊。我们马上去树林里看看。知道了。娟经过的地方肯定会留下记号的。找到了，在这边。好，走。这边。这附近就找不到记号了。哪里传来的声音？好像是从河对岸传来的。走吧。来了，我们在这儿。小娟，
什么？跟丢了？就在眼皮子底下跟丢了，错失了发现真相的大好时机。我来了。啊、你回来了，彼得先生。我说，播客上哪儿去了？刚才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是吗？本来还想早点开工的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先去施工现场看看吧。好。伯克，你在这里呀、啊？伯克，你在这儿干嘛？真是太巧了。现在我来给大家分工。好，把这里修一下，然后呢，安装上路灯。所以布鲁诺负责挖一下这个地方，波克负责把这里的泥土给凳口装上，麦克斯负责把道路碾平。知道了，就是挖这里对吗？对。波克，我跟去看看，这回绝对不会再跟丢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伯克，站住！你要去哪儿啊？伯克，找到了！危险，伯克！快闪开！让开！这么不小心！伯克，伯克，你没事吧？稍等一会儿，我去叫救援队。交通管制，知道了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，伯克？伯克，海莉，你们稍微等一下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没事吧，伯克？来了。布克，布克，没事吧？罗伊，我们把波克扶起来。好，小心。安巴，检查一下波克的身体状况。好的。停车，特里。出什么事了？前面有点事故，我们正在进行救助，今天只好麻烦你绕个道了。这样啊，那我原路返回吧。谢谢你，特里。别紧张，伯克，我就是检查一下，看你有没有受伤。伯克，安巴，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我再仔细的给他检查一下。伯克怎么样了？现在安巴正在进行检查，他蜷缩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波利，恐怕我们要把他送到总部做一下全身的检查了。波克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马上就把你带到总部去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一株花。波克的车铲里有株花。有株花？这不是工地的那株花吗？难道说你就是为了保护这株花才这样的吗？原来如此，终于揭开秘密了。揭开秘密？不告诉你们。这就是那棵花啊，真漂亮。波克，布鲁诺都告诉我们了，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和我们说哟。就是啊。
我们一定会帮你的。嗯，那不是苏富比吗？怎么办？孩子们见我这个样子，一定会取笑我的。苏富比，您好，彼得先生。你好，布鲁诺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经过刚刷过的建筑物底下，没想到我被撒了一身涂料。哎呦，看来我们靠近刷漆的建筑物时得格外小心。没错。哦，您刚才在刷漆吗？那您能用黄色的漆帮我刷一下身上的白点吗？这可难办了，我们这里没有黄色的漆呀。那该怎么办啊？顶着大花脸怎么见人呢？啊，不如把全身都刷成白色不就好了吗？把斯库比全身都刷成白色。行啊，那就这么办吧，那样总比大花脸可强多了。嗯，好的，那我们试试看。斯库比，你们好。斯库比，你怎么变这样了？刚才被白色涂料弄脏了，没有办法，干脆全刷成白色的了。好看吗？好奇怪，幽灵一样。什么幽灵？哎，竟然说我是幽灵，我的样子有那么奇怪吗？我还是看看吧。喂，好可怕呀，果然像幽灵一样。喂，怎么办啊？当初就不该刷成白色的。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黄色的涂料才行。轮胎被石头夹住了，怎么办啊？谁来帮帮我？海莉，怎么了？斯库比掉进邮局附近的小溪里了，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场。好的。帮帮我！斯库比，斯库比怎么变成一身白了？怎么回事，海莉？说来话长，还是赶紧过来帮一下斯库比吧。知道了，海莉，我们马上出发。救援队马上就到，来了！撤！斯库比 ，Hardy， 我的后轮被石头夹住了，动不了了。别担心，斯库比。我们会帮助你的，伙伴们，帮忙查看一下斯库比的后轮。哈利，是这边，我清理一下石头。好了。好了吗，安巴？看起来我们得把斯库比整个抬出去才行啊，这边的石头太多了。罗伊，我们一起把斯库比抬到岸上吧。知道了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数到三就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。小心，慢点往上抬。所以你就把自己刷成白色的了吗？因为我不喜欢大花脸的样子。我懂你的心情。不管怎样，我必须马上恢复原样才行，不然孩子们都不愿意坐我的车了。放心吧，斯库比。我这里有黄颜色的涂料，我们会帮你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的，大家都会帮他吧？当然了。真的，太感谢你们了。好了，我们把斯库比重新刷成黄色吧。好。痒死我了！别动，斯库比，不然会给你刷歪的。哦，知道了。好了，海莉。
刷得多完美啊！斯库比恢复原样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们哦。你们好。玩具店关门了，买不到新玩具，很伤心吧？对呀，不过叔叔您是谁呀？我是给这里送玩具的货车。我也忘了，今天玩具店不营业。看来你们是来买玩具的，愿不愿意看看我的玩具呀？真的吗？当然了。看。玩具啊！你们上去尽情的玩吧。谢谢叔叔。不可以，你们忘了 Polly 哥哥说的话吗？哎呀，就看一下，不会出事的。就是，就看一下罢了。那好吧，就看一下。这些小家伙肯定玩得正开心呢。哦，他们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叔叔，你饿了？孩子们，不行！救命啊！出去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混蛋！救命啊！紧急呼叫！紧急呼叫！出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刚才接到马斯廷爷爷的报警电话，三个淘气包被 X 绑架了。现在那辆车带着孩子们正朝着风坡岔路口的方向驶去，全体队员请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娟。怎么办呢？等救援队来了，那家伙早就跑了。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带着孩子们离开小镇。对了，我年轻时常走那条小道，等着我，孩子们。爷爷一定会把你们救出来的。朝这边来了，正好。这是什么？过不去了，没办法，只好绕路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那条路比较窄，车跑不快，救援队肯定能抓住他。这边，马斯提爷爷，波利，犯人开往隧道方向了，你们赶紧去追。好的，谢谢您提供信息，海莉，你先去确定一下嫌犯 X 的位置。知道了。我们得在 X 通过隧道前把他抓住，大家抓紧时间。知道了。米娅，找到了，怪不得他的代号叫 X 呢。波利，发现嫌疑犯，他一会儿就到达隧道。知道了，我们也快到了，加速。救命啊！别吵了，只怪你们太容易上当受骗了。罗伊，嫌疑犯 X 马上进入隧道。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停车 ！X， 你想干嘛？赶紧放手啊！绝不放手！停车！你们又是谁？我们是布鲁姆斯救援队。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你别无选择，赶快停车吧。嘿嘿嘿，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吗？赶紧给我让路吧！赶紧。
紧让路，不然我撞过去了。休想！走了。完蛋了！这些调皮的家伙，都是因为你们，害得我必须重新浇筑了。气死我了！米奇，彼得先生，你不去灌混凝土，在这里干什么？这个，你对的耶。我们本来在这里玩得好好的，米奇哥哥却来凶我们，我好害怕呀。你们瞎说。彼得先生，你听我解释。别说了，你们两个快走吧，在工地附近玩耍是很危险的。好。米奇，你马上去灌好混凝土，然后回工地。找到了。哎呀，混凝土不凝固，搅拌机转什么转啊，真不想去了。看来他正等着我呢。彼得先生真讨厌，不听我的解释。让他一直等吧。好，我今天不去工地了，我要偷偷藏起来，绝对不能让他找到。不如藏在那里面吧。这样他就找不到我了。找不到我，他就没法施工了。然后呢？彼得先生和米奇消除误会了吗？我让彼得先生好好的跟米奇谈谈心，现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我觉得米奇肯定会非常伤心吧。下回见了陆迪和本尼，得好好说说他们俩。你就放过他们两个吧，他们两个已经认识到错误了。总之，彼得先生不再误会米奇就好了。已经天黑了，堵住了，出不去了，害怕。你就完全凝固了，米奇。米奇，彼得先生，怎么办？他一直在等我，要是他知道我躲着他，又要训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哪里都找不到他，出什么事了？彼得先生，我在这里。米奇，你怎么跑到这里面了？我困在这里面出不去了，我好害怕。您稍等一会儿，米奇，我马上就报警。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，彼得先生。什么？知道了，马上派救援队过去。紧急呼叫！紧急呼叫！米奇被困在7号隧道，全体队员请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军。别说了，来了。彼得先生在那里。玻璃，帮帮我。别担心，米奇，我们一定会让你平安无事的。罗伊，我们得先把混凝土除掉。知道了。好了，米奇，太危险了，你先往后站。知道了。好了，罗伊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清理混凝土。好的。
清理完了，快出来吧。谢谢你 Polly。 一趟一趟的洗澡累死了，我得告诉他们俩我不玩球了。我说咱们不玩球了。凯普回来了，帮忙捡一下球吧。我受不了了。凯普。怎么还是这么脏啊？欢迎光临布鲁姆斯自动洗车厂。凯普到底干什么去了呀？看来是不回来了，真没劲。我们也别玩了，去洗洗澡吧。好吧。来来回回好几趟，累死我了。怎么说这次也得洗得彻底一点啊。您已脱离规定路线，请勿逆行。不行，我还得再打点泡泡。再来一点，一点就好。请勿逆行。请勿逆行。怎么回事？机器有可能出现故障，请保持静止。机器故障，启动安全系统。再洗一小会儿就行了。请马上离开洗车场。怎么回事？机器停止运转，机器停止运转。我被夹住了，救命，救命啊！入口关闭。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救命啊！紧急呼叫，紧急呼叫！凯普不小心被困在了洗车场里面了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娟。快把我弄出去啊！稍等一会儿吧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来了！好！嗨！恰，我来了。Polly，凯普被夹在洗车刷中间了。凯普，稍等一下，我们马上就进去救你。你们快一点儿。Polly，这边的门打不开啊。什么？窗户也打不开。这边的门也是。应该是安全系统的原因。海莉，你马上解除一下安全装置。知道了。我打开入口。没有反应啊。Polly，镇定点。凯普，罗伊，看来我们必须强行把门打开。我来。好了，快进去。走吧，安巴。好。凯普，没事吧？Polly，安巴，解除一下控制装置。好的。得救了。还好你没事。凯普，谢谢你们。都怪我不遵守洗车场的指令，才会出现这种事。看来凯普不能忍受一点点的脏啊。我最讨厌身上有脏东西了。不过玩得起劲的话，会弄脏也是难免的呀。没错，看看我们。安巴，
我是不是很奇怪啊？才没有呢，凯普。只不过如果你太担心弄脏自己了，就不可能尽情地玩了。嗯，确实，我总是怕弄脏了自己而不敢好好玩。尽情地玩过之后再洗怎么样？那样心情肯定会更好。嗯，我以后会那么做的。咩嚟噶？系蓝色信封啊！我终于揾到你啦！咪走啊！同我企喺度啊！喺度啊！行开啲啊！喺嗰度啊！你唔好走啊！等阵啊，我要同你倾下。多斯提，睇住啊！睇住啊！咩事啊？又好似有意外发生喎！啊！哦！啊！德普，对唔住啊！各位，快啲去威纳先生嗰度啦！知道。放心啦，邓普，我哋即刻嚟救你啊！海莉，麻烦你封咗条路先啦。我知啦。罗伊，安巴，扶佢起身啊！收到。两位，呢度交俾我哋就得噶啦，不如你哋再行后少少啊。我知道啦。知道，冇问题啊。唔使急啊，慢慢嚟啊。等阵啊，发生咩事啊？冇咩事噶，不过要暂时改路先啊。好啦，我哋行啦。你肯定佢系住呢度？系啊，就喺呢度。你哋点样揾到佢噶？我哋问师傅俾噶，因为师傅俾识晒成个小镇入面嘅小朋友啊。冇错啊，我哋将你讲嘅特征话俾师傅俾听。一个男仔，黑色头发又戴眼镜，哇！是赖安啊，他上个月先搬来布鲁姆斯小镇，他读紧幼稚园的。是师傅俾讲的，所以我哋去了幼稚园问他的地址。犀利啊，你哋两个真的好叻啊，好小事啫。是咁，我哋而家是不是去找他啊？边个啊？啊？你好，赖安。我哋系小镇嘅救援队啊！我就叫做波斯提。哇！救援队竟然嚟到我屋企啊！你哋几好嘛？你几好嘛，波斯提？欢迎你搬嚟呢度啊！系咁嘅，我哋有个问题好想问下你噶。咩问题啊？咁嘅，唔知呢啲信系咪你写嘅咧？哦，我啲信啊，系我写噶，点解会喺你呢度嘅？赖安，其实系咁嘅，你啲信冇写地址，我寄唔到出去噶。地址？咩地址啊？地址就是你想嗰封信寄去的地方咯，你冇写就寄唔到俾朋友噶啦。真系噶？嗯哼，你睇下，其实你要将你个名同地址写喺呢一度，你朋友嘅地址就要写喺呢一度，而呢度就要贴一个邮票。我明啦，但系我冇嗰个女仔嘅名同地址喎，咁点寄俾佢啊？系咁，你啱啱讲嗰个女仔究竟系点样噶？系咁嘅。就是我搬嚟呢度嘅嗰日，我去踩单车，点知架单车坏咗喎。哦，我整唔到啊！跟住嗰位着橙色衫嘅女仔行咗过嚟，睇嚟你嘅单车有啲问题喎，等我帮你睇下。佢真系好聪明噶，话咁快就帮我整翻好架单车。哇！下次你小心啲啦，知道未？哦，等阵啊！唔好走住啊！佢好快就走咗啦，我当时连一句多谢都未同佢讲。
我谂我知喺边度揾到佢啦。我都系啊。啊？系边个啊？哇！呢啲信全部都系俾我噶，梗系啦。犀利啊，小娟！太好啦！但系赖安系边个？你睇咗就知噶啦。不过呢啲信真系经历咗好多事先嚟到呢度噶。三只小熊生活在一起，熊爸爸，熊妈妈，熊娃娃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布鲁布鲁布鲁姆斯镇最快的车，布鲁布鲁布鲁姆斯镇最帅的车，那就是凯普，那就是凯普，凯普凯普凯普。头肩膀膝盖，车轮膝盖，车轮。下面是三个淘气包。大家好，你们好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一二三，兔子，山兔子，出来出来。你没有数三就开始练习的时候明明很好的呀。在好的地方也比不上我。哇，司空你唱得太好了。是啊，伸出你的右脚，收回你的右脚，伸出你的右脚。哇，司空比和波斯提两人实力相当啊。右脚收回来，轻轻地跳起来。诶，是克里尼，看上去也很紧张。大家都好厉害啊，我想我是选不上了。克里尼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马上就轮到你了。我马上回来。克里尼，好了，最后一个是克里尼。咦，还没来吗？刚才我看见他了。那我们就等等他吧。唉，怎么办呢？就这样回来了。唉，克里尼还没来呀、啊？是不是没有勇气上场，所以走掉了呀？刚才见他好像很紧张的样子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刚才叫他时，他慌忙地走掉了。是这样啊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主动去鼓励鼓励他，怎么样啊？克里尼既然报名了，他一定不愿错过这个机会。安巴的这个提议很不错，我们去给他打打气吧，帮助克里尼鼓起勇气完成试音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吧。难道克里尼不在吗？克里尼，克里尼，哦，伙伴们，看那边。啊，克里尼，啊，妈呀！安巴，你干什么呢？我，对不起，我明明报名参加了，却没有勇气去上场。我真的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去唱歌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克里尼，你现在还想不想参加合唱团？一定会很有趣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害羞了，挑战一下吧。没错，克里尼，试试看吧。我们相信你。谢谢你们。不过试音已经结束了吧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你在这里唱就可以。伙伴们，为了让克里尼鼓起勇气唱歌，我们给他搭一个小舞台好吗？好。好漂亮，谢谢你们。是你们给了我上场的勇气。不客气。那么我们请克里尼上场吧。打起鼓唱起歌，你和我的歌，多快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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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生只一首歌。怎么样？真的很精彩，而且克里尼的才能不光是唱歌而已。是啊。他们是小鼓手克里尼。谢谢你，安巴。
鼓手斯普奇，国手凯普，喇叭手邓普。谢谢你，安巴。主唱是斯库比和波斯提。我会努力的，我也是。负责和声的是米尼、路迪、本尼、麦克斯，还有布鲁诺。哇，舞台真棒！我要敲大鼓。不行，大鼓是我的。说什么呢？我要敲大鼓。站住，凯普！不行。我说，舞台被你们搞砸了。麻烦了。快跑吧，凯普。等等我。你们去哪儿？怎么办？安爸，怎么样了？小娟，看来我们得取消演出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斯库比和波斯提还没有和好，再加上凯普和斯普奇争抢着要敲大鼓，把舞台给毁了。什么？虽然很不好意思，但是还是想让你替我跟大家说一声，演出取消吧，对不起。安巴，连安巴都放弃了，要是知道演出取消了，大家该会多失望啊。是啊，我们精心准备了那么久，难道都要白费了吗？ Polly， 我们还有点时间，重新把大家聚在一起就可以演出了吧。对，舞台虽然塌了，但是我们只要努力，肯定能赶在演出开始前修好。不过说服斯库比和波斯提才是大问题。我认为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斯库比和波斯提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理解。没错，那样的话他们两个也就不会再各执己见了。我和罗伊去重新整理一下舞台，小娟和海莉你们两个负责说服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赶紧行动。罗伊，我来负责整理乐器，你重新安装一下设备。好的。霍里罗伊，我们来了。欢迎回来。现在就差安巴一个人了。我真的很尽力了。虽然很累，但是练习时也很快乐。安巴，请你马上回到演出场地。什么事啊 ，Polly？ 你来了就知道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哇，你们欢迎回来，安巴。安巴，这些日子让你受累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再也不会因为大鼓而吵架了。一起加油吧。加油啊，安巴。谢谢大家，我也绝不会再放弃了。谢谢你们重新聚在一起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好，那就让我们来一场精彩的演出吧。大家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斯库比、波斯提、克里尼是我朋友，斯库奇、布鲁诺、麦克斯是我朋友，米尼、路迪、本尼是我朋友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Boom, boom.
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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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